等下看。科尔多瓦的夜晚，多么美妙哈！科尔多瓦的夜晚，好美妙。看一下，就阿根廷这个房间哈，他们这个房子，就是锁啊，没不挺好玩的，不带自动，就是从屋里也锁不上，你得用从屋里吧，你想让外头人开不开门吧，你得从屋里用这个，哎，钥匙这样锁住，明白吧？所以一般钥匙都挂在这上，挺神奇的哈。
pero quedó el olor hace un largo del lado. Quedó mal.这儿有个中国超市，转的。哎，哪个是中国超市？对面那个吗？三路。这是中国超市、啊、Thank you.
大家看他这个在建房屋，这边这在建房屋，看着了吧？这个我觉得应该可能是修缮的房屋，它可能有可能不是在建。现在啊，阿根廷最保值的就是房子了，就有钱赶紧买房。在阿根廷，首先第一个，阿根廷现在房子并不多；第二个就是它这个房子，它毕竟跟着物价走，你不能千万不能存钱在阿根廷，存钱的话说贬就贬，我天，把钱都现金有现金就赶紧花。或者就是换成美金，手里别搁这个阿币，别搁加阿根廷的这个货币。这女孩应该是日本人，我觉得。她要是中国人的话，她会看我一眼。她连我一眼看都不看，说明她是日本人。其实吧，咱们中国人跟日本人的这个装束啊，言谈举止能看出来，一眼就能看。也不能说一眼吧，一眼有点太夸张了，三四眼吧能看出来。反正我是能看出来，不太一样，确实不太一样。那边住，我说怎么，好像没看出来。